一百多人勤练健康操，准备在马六甲星河花园展开进阶活动。当日小寿星也来参与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，做环保，那就回报妈妈。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要给你们一个鼓励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回馈当地，带动环境保护，慈济马六甲分会要在当地设立新的环保点。其实我们是要开环保点啊，至少资源不变成垃圾，我们的那个土埋场就不会造成的一直饱满下去。有很大的帮助啊！说我们的这些必要的东西啊，都可以塞个的，这很好哦。爱地球行动，跟我们一起吗？亲子班家长、孩子，还有当地居委会成员，都一起动员，贡献心力。就叫大家一起来合作啊，才有力量啊！觉得很好啊，真的。环保也有了，垃圾也有，垃圾比较多了，把你的垃圾扔丢啊，乱扔啊。习惯了，要培养了，干净很多现在。之前很多垃圾了。地球是我家，环保靠大家。爱护大地，从资源回收做起，把口号化成共行的力量，一起实践。大爱新闻林慧珠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